孩子的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，早餐要是吃不好，岂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？首先碗中放两勺面粉，一个鸡蛋，用筷子快速搅成颗粒状，盆中放葱花、香菜、香油，再加入这个不含盐的生涮虾皮，既提味又增香，加紫菜、牛肉，放西红柿丁、炒醋汁，加适量清水、盐、鸡精、白胡椒、生抽调味，煮开下入疙瘩，快速滑散煮一分钟，然后淋入蛋液就可以出锅啦，营养又美味，这样做的疙瘩汤我双胞胎女儿抢着喝。